朋友们好，我是北京山家杰。国庆长假您到哪儿吃美食呢？尤其是逛完了中轴线最北端钟鼓楼，推荐您啊去尝尝尹三豆汁儿交道口直营店。这是尹三豆汁儿新开的一家新店，胡同里面藏匠心，豆汁儿也能米其林，豆汁儿不用挑，尹三儿名气高，呵，还一套一套的。你看你这边是连续5年必吃榜，5年米其林推荐餐厅。你看这有一个外卖窗口，豆汁儿3块，吸管不要。这是一个外卖窗口。来那个，一个拿破仑，然后拿一个那奶酪包。咱们在这儿就能看见里边哈，那店里边买豆汁吃早点的人还都在排队。你看还，这小吃还特别多。这是外卖窗口了，你看这个，吃喝豆汁必须得吃焦圈儿，糖耳朵、大麻花、桃酥。你看看这些点心，上回我买那我就喝了一碗，全是拿走了，一直。咱们看看里头吃早点的人很多呀，你看还排着队呢，前面这儿关键还出了一个什么呀，豆汁儿还有冰激凌。你看这尹三儿豆汁儿冰激凌，这还写着第二份半价，29元一个，第二份半价。这就是它的这个冰激凌，你看它这个冰激凌不错，太有创意了，很有创意哦。